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啊，大家所期待的毁灭大作战吧。那么呢，今天这一集呢，老头啊，已经想好要做什么了啊。老头呢，想要把我这个右边这些任务呢，全部再破完一轮。因为呢，只有破完这一轮，我才有办法解锁这边所有的这个锁头哦。像是我们上一集呢，这个地方毁灭已经解完了嘛，有没有？第二胜就可以获得基因档案，就是解锁这个锁头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试着就是重复过一下这个剧情，把我们这个第二次获胜呢，给那弄到手啊、哦，弄到手之后呢，就可以解除这个锁头，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基因的 DNA 的这个空格，可以装更多的这个强力的技能。哦，现在像是这个长出尖刺有没有？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东西装上去不得了啦！啊、哦，没有地方排，有点想哭。啊、哦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给排，先把它拔掉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，我记得上次可以排啊，哦，可以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的 King Kong？身上多了一堆尖刺，有没有感觉很凶？非常的凶残，哦，那又加上力量，只是我们的耐力变低了，啊、哦，我们现在没办法帮他提升耐力，耐力这边我们只剩三格 DNA， 这里没有，啊、哦，有点可惜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用这一套去打，去解完第一层所有的第二关任务，好不好？那当然呢，第一层也是有另外的啦，这个基因测试还没有做完。啊，这个基因测试还没做完，但是这个不要急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这个不要急。然后呢，有看到有观众跟我讲说，啊，老头，我们哪时候解锁第三只巨兽？他上面有写了，生存 CS.2 之后解锁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生存还没有到 CS.2 啊，所以说应该是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就开始啊，回头解我们之前的任务吧，啊。新能力装备，什么什么测试？触控面板，怎么用啊？哎呦，这下面看无啊？哦，反正是教学就对了。哎呦哎、欸，哇塞，新技能啊 ！Oh my god！ 哦呦，新技能啊！去吧！可恶，没有射到。另外一只手，但我超烂的，都没弄到。干什么东西？去死吧你！还跑嘞！打爆你！来，直升机给我过来！来，尖刺，中墙。哦呦，这能力超好用的啦！我说真的，有这个能力真的不利啊，帅哦！哪里？下一台在哪边？看到你的坦克车，嗨，你好 ，Hello， 跑嘞，跑嘞，跑嘞，很会嘛啊！攻击结束。没中。尴尬了，用不到。哎，我怎么掉下去了？哎，我掉下去了。哈哈！哎，我要死了啦！哎，我进入 bug 模式了。哇，尴尬了，越掉越下面了，玩个屁啊！我要返回实验室了。这到底什么情形啊 ？Oh my god！ 我掉下去了。这个游戏实在是太棒了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哦，我们不要在那边乱射，不要掉下去。哪里？看到？中奖，还有吗？爬上去，
没中。哎，不要卡住了。射死你！在那边。哦，看到了。干不是吧？这个游戏实在太强啦！这个游戏这一波比较危险，这一波比较危险。哇，我的血消好快哦！尽可能就清吧，跑远一点，打个游击战，不然我真的会输。呀！啊加！哎呀！该死的直升机！我都不相信我这一局会输，我觉得我要赢了。可是直升机依旧来撸我。喂，这么重，应该没有。那赢了吗？哦，还有一只直升机，干我不会被射死的，你他妈的，去死吧你！我有点太远了，快快快，这只直升机有点难搞，我找大台一点的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，啊都不给我捡，哎，让你爆掉爆掉了，死吧你！那，呀，终于啊！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继续解。他哪来的？第二次获得 DNA， 这个简单多了吧？第二次胜利没什么难度啊，就一直跑就对啦，信不信？好，我这边有没有速度啊？装一个速度好了，这一波直接冲个速度流就行了。啊，这一波不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什么麻烦事啊，就只需要速度加20 40啊，加20啊。好吧，我们就先这个样子，就先这个样子。来，解锁哦，这里，冲啊！这边很简单啦、啊，已经滚瓜烂熟了嘞。行啊，清洁溜溜，滚！好哦，乱。Go！ 我继续跑，过关，结束，又有新解锁了，这关简单了、啊，马上就结束了，太棒了。一下子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应该也是三格吧。看他这边写啊，他写加二啦，好不好？写加二，一个，两个，这个 DNA 序列越来越稳固了哦，我可以越装越多东西了，太棒了！哇，各种速度提升呢，哇塞，生命值啊，生命值录不到，这样摆。速度不能放，可以，哇，还不够满，不过你看我们的耐力超高的，有点恐怖啊！耐力这么高能干嘛？我觉得耐力那么高没什么用哎、欸，换掉好了好不好？我觉得还是加生命值比较妥当哎、欸，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、啊。可他 DNA 序列为什么这上面弄不到？他这个代表是说还不能使用吗？不是很了解。你看弄不到，哭哭。要装什么呢？装这个？不行。速度 ，nice， 耐力 ，nice。好，就暂时就这个样子。哦，速度60，哦，是冲超快的，我告诉你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过一关好啦，这一关是时间内找到所有敌人并摧毁。好，定了。
的速度应该会超快的哦。哎呦，这什么石头怎么在这里？敌人在哪里？哦，快，好快，好快，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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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啊！哎，没事啊，干什么东西？哪里？标记在那边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有时间限制，我们要快一点。剩下三个敌人，直升机啊！有吧？哎，可恶！完了，剩下11分钟。啊，我这怎么跳不下去？干什么？最后一个敌人在哪里？哎，找死啊！那 ，nice， 好爽啊！结束了，哈哈哈，又再度解锁了，加一。哪一个加一？这里加一，这样子也没办法啊。这个拉到这边，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不行，很可以哦。哎，拼拼凑凑，凑凑拼拼，好凑凑。哇，没有位置了，这两格不知道装什么，以后解锁可能用得到。哇，我们力量要加那么高啊！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竞赛，然后再是另外一个 DNA 测试。啊，这个也很简单啦、啊。啊，算了，顺便过一过好了。我们把第一层，咱们把第一层所有的关卡全部再过一轮。有，非常好。路线要把它记起来，万无一失。万无一失，万无一失。要过关，要过关了。过关。哦耶 boy， 解锁新的，爽，太爽了。好啦，老头已经满身大汗了，我的天啊，解锁一个，解锁是哪一个？这个被解锁了，又有新的排序方式啊，新的排序方式。不过有一些 DNA 我没有解啊，所以说这个排序也不太能用啊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，好不好？老头累了，我们下一集呢开始往这个地方发展，解锁这个 DNA。这个是这个牛嘛？牛是哪一个啊？牛就是哎、欸，牛是这个啊，到时候解锁这个 DNA， 我们从这边开始，下一集从这边开始。那么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哦，没想到这一款游戏对大家反应这么的热烈，大家这么喜欢，那么老头就继续拍下去。那么呢，一样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，以及按下你的订阅以及你的喜欢，或在下方留言。感谢各位继续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巨石强森主演啊，毁灭大作战再见了，拜拜。